息我。第一点啦，啊，这里说教会，特别在教会紊乱的时候，我们来不是主来这个来认识教会，事情教会，我们该怎样怎样。那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教会的紊乱。你看弟兄姊妹，你想看今天教会，整个世上呢，世界上这个教会紊乱不紊乱了？啊，我是写了一下，看了一下，从那个最糟糕的一端的教会来说起嘛，这个天主教啊是一套，然后这个摩门教是一套。这都是一般世界的都认为他们也都是基督教，连天主教他们也算基督教里面的啊。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又是一套，安息日会又是一套，还有韩国很大的一个统一教，有没有听说？又是一套。啊，日本呢？还有一派，他叫无教会主义，没有教会主义，无教，有没有听说？那么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地方，真耶稣教会啊，真耶稣，啊，耶稣还有假耶稣。后来他们有人说，这真耶稣不是说耶稣有假，是说他那个原来意思啊，是耶稣的真教会。啊，原来是，但是这个名称人家一定就真耶稣教，一定说他的耶稣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这个光从这些名字看，你就知道，哇，这个是不得了。那还有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东正教，啊，然后弟兄会，就是弟兄们的弟兄会。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这个，然后小的那就很多了。从这里呀，就知道你就想说，到底呀，神喜欢不喜欢这个情形呢？不要说神喜欢，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情形？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这个，怎么的？因为耶稣怎么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名称呢、啊、连那个世界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不正常，实在是紊乱，你必须承认啊，紊乱。那这个紊乱什么原因呢？就是啊，人来摸这个教会的事，他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拣选啊，把自己这一面啊插手在教会的这样的事上。那你要知道，在宇宙中三一神他整个经纶的工作，他这个主要就是要产生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就是借着得着教会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一个他一定是这位神是非常认真的，也非常严肃的，这个关系是永远的一个经纶呢、啊、不要说本身教会的本身就来这个说明教会的这一个事都不能给人一个不正确的印象，但是现在竟然哇，这么多的这样都说这是教会，那我们就看了神特别很非常具体的来启示出来，他要得着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要成为他的居所啊，他的殿，那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经过了旷野，他要在旷野先有一个暂时性的
然后到了美地要有一个永久性的，就是他的殿，就是他的圣所，他的名所立的地方。在这样的事上，神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一再的嘱咐这个摩西啊，你要预备来建造这个帐幕啊，要照着山上给你的样式，用什么材料啊，哪里什么东西用金子造，什么人用银造，什么人用铜造，什么是用木头，木头是什么木头啊，什么要用纺织品那个这个有这个这个麻布啊，有这个红朱红色紫色的蓝色的这个布细码了，都是他说什么你就得照着什么，不能够差一点点，一丝都不苟的。那我们到了新月里面，我们特别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给我们看见提到这个召会，他是非常注意这个材料的问题。保罗就说有一天呢、神在那里检查这个他的召会你的工作的时候，他就看到底是金银铜金银来宝石来造的，还是说是木草合接。凡是木草合接，你无论盖得怎么漂亮，无论加的什么东西都是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材料又不对的，完全不验收不准，都不准的。然后所有的设计应该什么地方怎么盖，都什么尺寸多高多宽这个站板是一走宽是怎么都要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差。设计完全是神的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差一点都不行，因为差一点就把它带省的这个永远的建造就代表错。那等到这个建筑这个圣殿的时候，又加了一个地方，他说要在我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啊，立为他的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山，就是摩利亚山上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殿所建造的地方。无论在这地方之外，这个地球无论是多大，无论是多好的地方，什么他不选，你就没有资格，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在别的地方来盖这个圣所。所以当这个殿被毁坏了之后，以色列人天天巴望神的居所啊再来建造起来。他们从被掳回来，为什么被掳？一定是要到这个神所这个地方才能够盖这个会所，别地方是不可以的。你看他这个关乎神的在旧约里面就清楚地给我们看，你一摸着这个召会的事，他的殿的事，他不准人任何的意见，任何的看法，还可以随便来个真耶稣教会，还有什么无教会啊？如果这个神今天来这里，那真是像主耶稣当年到了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外院子那里看的院子里，所有什么卖这个牛羊鸽子的，还是这个换银钱，他甩掉了。我是祷告的殿，你把它摆变成功这个买卖的地方了。所以一摸着这个团体召会这个东西，要成为神的家，神的居所，要成为基督的配偶，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一点儿都不能差，对不对？你看，如果我们要造一个人，这个人他造出来做他的太太，
还能不能随便搞个像个乌龟的样子啊？搞个兔子的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今天都缺少这种的敬畏，缺少这种的严重性的那个认识。所以我们盼望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能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摸着教会的事，不是听你说的，不是听他说的，也不是听我说的，要听神怎么说。必须，如果不是这个，你千万不要去摸这个教会的事，不然的话就把它代表错了，就把它讲错，就把它做错，哎，凡是做错的将来都白干了，还要被神臭骂一顿。这个非常严肃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整个这三篇呢、啊，从教会的恢复，基督身体的义，到这个这一篇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地方的立场，这一路下来，我们知道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啊，就是一，宇宙里有一个建造，这个建造是神啊，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啊，自己所事的、所做的、所能力，啊，一切啊，都来为着这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必须说神啊，求主怜悯，叫我们不做错事，不说错话。我们要认真地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怕反而就啊搞了吃亏了。那我们这个这么多篇这么看下来，我们就知道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宇宙中这个一，这个一个，这个神的工作里一个非常特别的性质，特别的那个彰显，就是这个一。这个立场也是跟这个一完全连在一起的。第一，三一神是一的，三一神给人的印象、给人的看见、给人的显出来的荣耀，都在于是三就是一，是独一的神。一到一个地步，三者就成了一个。那这个独一的一。三一的独一的一啊，他要来建造，要得着一个基督身体的一，基督的身体，中外古今所有得救的人，蒙恩的，他所拣选，他所救赎，他所圣别，他所变化，啊，这个三部分人被神工作到一个地步啊，他要叫做。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人有一天都要变成了一，这个一这个东西真是厉害。神的工作就是要把这许多成了一，撒旦的工作就要把一啊要做成分。这一个是神在宇宙里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计划，也是他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做这个一的工作。那么就是他来说，三一神是一啊，这是太特别，这也是独一的一，没有一个一啊是这样的一个一。然后他要做得着基督，得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你不能光说身体是一啊，是独一的，你不能说身体是独一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这里有50位弟兄姊妹，就50个一啊。但
但是基督的身体啊，哎，它就是一个独一的意思。一个宇宙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是独一的，只有一个。神在宇宙里只得到一个身体，没有很多的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基督身体的意思是个独一的意啊。然后三一神的也是独一的意，然后基督身体也独一的，那而这个基督的身体独一的意要在许多的地方，整个地面上各个人群居住的地方要把它活出来，把它彰显出来，要把它显见证出来，这个东西它也是要一的。但是这个一，因为显出来就是显在物质的人的身上。三一神它是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基督的身体也是不受空间限制，中外古今所有蒙恩的人都是哦，这个基督身体里面的蒙恩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也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但是在地上要显出来啊，彰显出来出现了，那个因为人是物质的，所以神呢跑到人里面来了，所以人要成为一个团体，把它彰显出来见证出来，所以就受了空间的限制，受了时间的限制，是不是这样的了？那因为受了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呀、啊、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就出来了。你不能用别的东西做立场，因为有别的东西立场，你就把那许多中外古今许多蒙恩的得救的人就可能就排除在外面了。只有在地方上你出现那个是为着这个一，也能够活出这个一，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在这里某一个城，他所以他说出来的那个一，那个教会啊，也是独一的一，在每一个地方，在花莲只能有一个教会，是在花莲省的教会，在花莲只能有一个出现。在行政上是一个出现，不能够一个以上，因为一个以上就显不出这个教会是一的了。那为什么这个在地方上需要这个地方的立场呢？就因为这个地方的立场呢，表面看好像也是分了嘛，也是分了，花莲的跟台东的分了，花莲跟宜兰的好像也不同的教会了。但是别的分了是分，但是地方的分来分不是真分，只有地方的分不是真的分，因为你搬到别地方，你就是成了那个地方的教会。所以这一个一啊，借着地方教会的出现，那个出现在地方上，他就保守了这个一，不至于破坏，不至于没有办法出现。人来了一个地方，他说教会在哪里？在那里。这个啊，就是那个宇宙里独一的那个基督身体出现的那个地方。别的东西啊，他都可以会别的东啊，要爱主，有的不爱主，啊，你就把不爱主的就到什么程度啊，就把它扯掉了，那个就不对了嘛，就不能依了。但是所有蒙恩的人，他在某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保守了那个教会的基督身体的一。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看，
用别的方式来出现，来这个在那个彰显出这个基督身体的一点，只有这个地方的分不是真分，别的分啊那个都是分，哎，所以他这里啊是非常重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仪，就是仪，如果没有这个仪啊，他就无所谓地方立场了，甚至分到什么不是仪都可以的话就无所谓了，但是为着这个让这个仪基督身体独一的仪能够在人群，在人的在这个地上能够彰显出来，显明出来呀、啊，这个地方，这个立场，这是完全是为了这个仪的，所以我们就听了这么多啊，你就看见这一切这个作为最重要的、最中心就是这个仪的东西，神要这个仪啊，如果能够了解这个情形，你就知道。这个仪式太重要了，那圣经里旧约新约都给我们看见，神的路就是仪，而神的祝福就是临到仪，什么地方有这个仪，哇，这个上好的油啊流到这个亚伦的头，然后流到胡须，流到衣上，那就是说到那个灵啊，终极完成的灵要充满了这个教会，或者是黑门的甘露啊，从黑门降在锡安山，在那里神有神命定的福，就是生命，所以根据这个仪，借着这个成为仪，神一切的祝福都临到我们，而这个风呢就是大巴比伦的原则，什么时候你风，不管是什么风，那都叫神的祝福停止，并且带来咒诅，那个实在是非常可惜，也是可怕的事。特别旧约里面耶和华的事，哇，那是太严重。到神说就审判他的后代，没有一个这个会留下来。他的后代完全断绝，就因为他犯了这个得罪神的罪，他在敬拜神的这个独一的地方之外，在但在伯特利另外设立敬拜的中心啊，另外立的不是这个利未人来做祭司，哇，就搞一个牛犊来说这是就是耶和华神，就简直是乱来一场啊。所以很多的王犯罪，他除了自己特别的罪，有一个以色列国有一个特别的罪，每一个王他常常说就是啊，是现在啊耶路伯安这个所犯的罪所引起的，叫大家的所犯的，因着这个罪而引起的那个罪。所以这个罪是成了一个好像一个东西啊，能够产生很多的罪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可怕，求求怜悯，对不起，我就过了时间这几点呢给弟兄姊妹。